一个毛，两个毛，三个毛。大家好，我是三毛。今天一月四号，明天一月五号的天地节周版本懒人包来啦。那明天的维修时间的话，一样是早上六点到八点。然后维修奖励的话，一样是没有诚意的魂光跟铜钱。我们进入第一个更新内容，契渊天堑跟辅助者更新了。那还没有打的玩家，记得要去啊。明天的话是早上十点去更新这两个挑战关卡。好，那第二个更新的话就是我们的 UP 池，离优加春男的 UP 池。哎呀，两个对嘛，上个礼拜出什么男池，出个女池，这样你营收才会好一点啊。不然花年不想赚钱，圣诞节不想赚钱，春节也不想赚钱。嗯，好，那这一池的话基本上如果有缺一的推荐可以抽啊。春男在某些关卡其实还蛮好用的，可以自动护卫，还可以带人飞行，不错不错。这次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有缺可以抽啊，要升星的话就看自己的钱包啊，看自己的钱包的深度啊。好，那再来的话就是我们的超值礼包，我们的盘子礼包分析啊，太玄秘藏有饰品缺饰品的可以买，缺饰品的可以买。然后绝尘神兵礼啊，是有缺才买的，有缺才买的。匠心材料箱啊，这个东西的话是不推荐买的，实锤非常的盘。好，盘子礼包也这么快的解决，对，今天就是要快速解决它，因为这礼拜根本没什么重点了，下个礼拜是重点嘛，下个礼拜就是有我们换服身，那不知道台服会更新哪个版本，然后因为这礼拜要记得那个什么，我们的三峡武艺的手里战还没打的，赶快打一打啊！三毛也是最近很忙啊，一月十一号要开店了，那希望大家不管是现实中还是游戏中。希望大家都可以顺顺利利，开开心心。本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三毛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想要看更多或者讨论更多天地节游戏资讯，欢迎大家加入三毛亲自管理的千人赖社群。FB 粉丝团也会每天更新游戏文章、影片资讯。最后别忘记 YT 频道数值3000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是三毛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